在有不少的茶农为了要提升做茶效率，都是用机器来做茶。南投鹿港有一位青年农民詹秀春，看到传统做茶技术慢慢失传，就认真对他的老爸来学习，学这个传统的焙茶功夫，用冷井炭来焙茶，焙出到特殊的当顶茶香，不但传承古早的技艺，也打出到自己的品牌，打出到好名声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